不是老实，是咱没人，没背景，受欺负。不管你是在哪儿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打工也一样，就像在服装厂打工，那个也需要关系。那赚钱的活全给那些关系了，干活轻巧的全部给关系了。像我这种没有背景、没有啥的，干的活又累又赚不到钱，一天10多个小时。在我就是12、13岁的时候，那是我就说正儿八经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我去我亲姑姑家。我都说过，就是我姑姑，就是我奶奶的妹妹的女儿，我也管她叫姑姑。那我12岁，就是去她家打工，她家开饭店的，让我去后厨刷盘子、刷碗，老累了。早上5点半起来上菜市场买菜，骑个三轮，脚蹬的三轮上菜市场买菜，一直忙活到凌晨的11、12点才睡觉，一天也就能睡5个小时的觉。5、6个小时，从早上忙活到晚上，人家中午的时候，明天晚上姐姐来现场看你了，你又来啦，你又来湖南啦，你又来凤凰古寨啦，你从厦门过来的吗？又从厦门过来的吗？你好厉害呀，你啊，你几个人来的？你真厉害，你真是才哥的铁粉啊，你啊，你比我还厉害呀，你啊。那你到时候来了，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完了你就跟我说行吗？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就跟弟弟我说，我帮你摆平，可以不？我就看看有才。好的，那明天 我帮你找小七哥看看能不能要一个牌子，要一个牌子就不用买门票了。就不用买门票了。感谢，谢谢厦门姐姐送的大墨镜，感谢我厦门姐姐。你在有才那粉丝团十几级了？在有才那粉丝团几级？十几级？12级了，那就能要到牌子。你明天来了以后，咱们就找小七哥，因为今天我也是门票几十块钱，应该是门票几十块钱。我今天找小，就是我有一个黄先生大哥，他也是在有才那儿粉丝团12级了，他们一块都来了5个人，要了5个牌子，就没买门票。12级足够要一个牌子了，要一个牌子。好的，OK，好的。你不是你，你就你你那个景区里面你没有牌子也进不去。你要进去了，你就得花钱买，或者是拿到那个牌子。你就是到这个明天你大概几点到？到时候你就在门口，咱就去找小七哥，让他给你一个牌子，你就不用花钱买门票了，不用花钱买门票了。谢谢送的人气票。感谢小蓝天送的人气票，谢谢。明天到，挺晚的。那你还能看到明天的才哥直播了吗？明天晚上到吗？等你到再说吧，后天看现场直播。那行，那赶趟。那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那就赶趟，没事的。有才应该在这直播4天呢，应该在这直播4天呢。那赶趟，好的，10点多才到呢。那用不用我帮你订个房？你订房了吗？就像小蓝天吧，刚才在店门口拍，小蓝天是那个，我知道了。跟我打招呼那个，提前安排了。OK，好的好的，那你先休息，那你先睡觉，你先睡觉，姐姐。无人能代替，来了一阵，拜拜，
拜拜，美女。我找人。你好，美女啊。哎，你好，玩一把吗？可以，你们什么类型主播呀？啥都行啊，就唱歌吗？谁输了唱一首歌，还是跳个舞，还是做体力啊？那做体力吧，体力谁输了就开合跳30个，可以吗？开合跳啊？那我可以开合跳，那你能那种蹲下去跳起来打到屁股那个跳个30个吗？那你这样也不公平啊！那个，啊？我说你这个，那你也这样做吗？啊，一样做，我也做。那我不跟你玩，我不玩这么狠的。这个很狠吗？做10个吧。那怎么不狠呢？大蛙跳吗？那不是，那你不是开合跳？那开合跳不更厉害吗？开合跳怎么我更觉厉害？得那个还轻松一些啊。我不玩，那我走了。他玩那么狠，那个大蛙跳老累了。你好，美女啊，你好，可以玩把吗？可以呀。平时你都玩怎么玩？是做体力还是做才艺啊？就是女孩才艺吧，男孩体力。那你输了，你展示是跳舞还是唱歌？我展示穿搭，那我输了呢？你输了就，你会唱？你是什么类型的主播？我也可以唱歌，也可以做体力。那你就。唱歌吧，唱歌可以。那你输了你输了你跳个舞能吗？我不会跳舞，那你唱歌呢？可以，那你输了你唱歌行吗？啊，那行一行行，麦拉票，一票拉麦，先开始吧 你东北的吧？不是啊，我 不是，来吧，哎，我有点社恐，家人们不知道怎么跟他。能搭把手的哥哥姐姐，咱们散票走一走。一起散票众筹一波，行不行？看看有没有奇迹，看看有没有奇迹。现在有1.5倍的加成，让对面这么老多分，这52级的大哥，你怎么玩啊？这也 太狠了，这上来就上这老多分。你说我们这些男主播是哪有这么多分啊？这不废了吗？废了，火火，嘟嘟嘟嘟，不是因为我和他比较熟，你别吃，你可别吃，你忘了上次拍照你那肚子都成啥样了？别吃，我都不吃。我这个奶茶，你看我这个奶茶我都没喝，我都给珍珍了，我不喝。谢谢逃跑的关注，你别吃，你快，你又不用嫁人，我真生气呀、啊！那你想，你胖了你就不好看，你就不帅了。我们过过家常，宝贝们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过过家常，过过家常吧。那你可以吃，你就吃你上次给我出的主意，你就吃酸奶牛肉，差10个人，谢谢罗居居宝宝，我们差10个人过家常，老婆们，我们还差10个人过家常，谢谢珍珍宝宝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谢谢风，还是8个，谢谢珍惜，欢迎青阳妈那个。我好像知道他，我们还差7个人，老婆们还差7个人，我们过过家常，宝宝们，谢谢用户宝宝，谢谢过好每一天，谢谢底儿，我们还差4个，还差4个，欢迎 H，还差四个，谢谢我丽姐，感谢我丽姐，谢谢我丽姐。看他们怎么都不发弹幕，都不跟我聊天，这让我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，很尴尬。你想，你真的要吃吗？梦想家，你别吃，你要吃你就吃牛肉。你说吃牛肉不胖，我买下4个宝宝过家常。我过不去了，家庭。
欢迎尤米，谢谢 CC， 谢谢九九减一。啊，没过上。哦，谢谢青阳老师的墨镜，谢谢青阳老师，谢谢青阳老师。我知道你，你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青剑，哦，好像是，对，三本加成都没过，好丢人啊！哎，好像是啊。